老铁，这是一场酣畅淋漓的闹剧。柳静烈、韩素汐公开恋爱两周后分手。今天韩素汐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图，是妮可基德曼在2001年离婚时被拍下的照片。韩国网友纷纷猜测她是不是分手了。接着，柳静烈经纪公司做出回应，确实是分手了。好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